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小二。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去吃烧烤，但其实我们在家里做烧烤会更加的健康。我们来做一道比较特殊的烧烤。将杏鲍菇洗干净后，我们来手撕杏鲍菇。好了，这道烧烤版的椒盐杏鲍菇丝就好了。我们吃的是杏鲍菇的一个烧烤的味道，关键是健康又美味，味道不错啊。